玉里镇受0918强震的侵袭，从灾害发生后，来自各界的爱心和关怀就不曾停止。来自新北以及在地等慈善团体和个人集体捐赠玉里镇4000台斤的白米，一共有80袋。镇长江东城也率领了玉里镇各里的里长以及同仁，一起向慈善团体表达了感谢之意。玉里镇受0918强震侵袭，从灾害发生开始，来自各界的爱心跟关怀不曾停止。有来自新北以及在地等慈善团体以及个人集体捐赠玉里镇4000台斤白米，总共是80袋。镇长江东城率领玉里镇各里的里长以及公所秘书罗中帅一起向慈善团体颁发感谢状，并且表示会尽速将物资发放给需要的里民。送了这种4000斤的白米到我们。这个偏乡，我们玉里镇的一个灾损区了哈，在这边啊，真的是代表所有的里民、所有的乡亲，跟他们做最高的感谢，也感谢他们做一个抛砖引玉、人力己力哦，这个人机己机的一个精神。我想所有的里民啊，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全省哦社会大众，包括慈善机构，还有各种方面对我们这个玉里镇。从所有乡亲的一个关怀。镇长江东城说，感谢慈善团体以及个人送给玉里十分丰富的物资，仅代表所有镇民至上最高的谢意。民众们都感受到来自全台各地的善意以及关心，各界抛砖引玉的善举，给予了玉里的受灾户以及全体的玉里镇民十足的鼓励跟力量，让灾后的复建之路走得更稳定，也更加的顺利。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